业绩迄天的要徛向地啊，公家内底爱去太早啊跋杯，一两点钟啊，就爱去这个山顶啊凑这个气垫。徛家的目的啊，就是要来保护阮这个小那村民哦，大家哦五谷丰收，哦身体健康嘛，就是安尼。我们这三个部落的人都一定要回到，在每年的农历九月十五号那一天，一定要回到五里埔的祭那个库房那边去进行祭典的仪式，然后去呼唤祖灵回来。那在里面呢，我会邀请我们的祖灵，还有我们的族人，就是祖先族人，然后大家在这个空间里面一起唱歌跳舞，只要牵手，然后开始踩着我们的石鼓，然后开始吟唱古谣的时候，我们就称它为牵行。